跟蝶谷八字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完全是坐在要装饰在花园啊，还是家饰布置这样子。那个木器作为基本嘛，然后变成说它烧上，包括上色，包括说对这些做法，对，还有就是一些配件的一些配置问题这样子，对，铝线的运用啊，还有色彩运用，对，还有一些素材的装饰这样子。要做什么做？不搞第一个动一个。在劳步啊，不然他会秃头。有他的目的存在。对呀、那个是我们第几件作品？第几件啊？第二件。所以每样东西来讲，都是可以挂在墙壁上面，或是当家中当摆设。老师他有先设计好了。要重复上，对，要先吹干，然后才能上第二次。所以它整个过程也来讲算是还蛮繁复的。对。要树上也很漂亮，树都种死的，树都种死这样子，它也种死的这样子。